Erica， 你袂陪我去，我袂勉强你。啊，不过你莫甲我做痛。别啦，你爱做对因阿母来讲，无一定是好的哦。你母也清楚，我唔是徛伫阿母的立场，我是徛伫夫人这边。只要是对夫人好的，我拢会去做。哎，别！哎，局长哎，我来找你啊！哎，还是安怎？我拄仔看咧，爸啦吼，气不住啊！啊，咧出门，哎，敢是伊搁甲你讲话？这查某真奇怪，迄真正是比火星人搁较奇怪咧。啊，这江若兰对伊遐尼歹，伊搁对伊遮尼死忠，袂输伊饲狗共款。啊，我这个做翁的，若小可对伊无好，伊就安尼哀爸叫母啦，袂输我犯了啥物滔天大罪。他去心肝内，到底是啥物人对伊来讲较要紧啊？哎呦，卖生气啦！啊，这江若楠吼，啊对比来来讲吼，啊就是伊个名牌包啊，对不？啊所以哦，伊当然对伊来讲较要紧啊。啊而且，欸，你甲江若楠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，哪会当肯做翻来比较啊？你免搁安慰啦。无啦，我唔是甲你安慰，我讲的是实在话，好不？好啦，卡叔讲吼，你是一只吼名牌车，欸，啊你买啦，嘛是同款，会跟这江若楠啊，哎，查甫人爱拢是名牌包对不？啊，欸，我再讲啊，你是迄贝拉的太阳呢，对不？照亮他的人生，照亮他的心，在哪会当啊？看这位比较，嗯，欸。啊，是安怎明明知影你讲这话哦，拢是话你，啊，不过听起来，煞够安慰着呢。哎呦，我是律师呢，我真够讲话啊！啊，好啦，阿舅当啊，阿吉良吼，这别人出去啊，无咱两个嘛做个做去耍。我知影最近吼有一间吼哇新开的店，我内边小姐袂歹呢，无咱来去打一下分数啊。Good idea. Good idea.来，稍等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要求我，对不？啊，那你哦，看出错啦。哎呦，要就当个呀，不是什么大代志，啊是讲哦，啊你豪宅建设，唔是啊去做最近个这豪宅对不？我想讲哦，是不是当哦搬一挂我们这信迪建筑事务所来做啦？哎，啊你当哦，替你分担一挂工作的啊，哎，我当哦，让你有更加侪个自己时间。好啦，好啦，哦，饮酒才来讲生理啊，对不？行啦，啦，咪耍耍去，我是踮厝内等贝拉回来啦。什么耍耍去啊？那唔是讲要打分数，安尼咁好？啦，啊当然是好个啊，对不？哦，你休假等等你哦，你来。妈祖娘娘，息怒江若楠，我开始做真侪唔对个代志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现在已经最后悔，也愿意悔改了，请妈祖娘娘再给我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反省，改过自新。我伤害我身躯边的人，我甚至让我这世人伤害的困扰对我切心，我也伤害我自己的亲生后生。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！我愿意用我的后半世人来弥补，我想要挽回我的婚姻，我的家庭。妈祖娘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保庇我甲坤良的人阿婆关系当和好，嘛保庇何浩宇的当原谅我。万一甲我小离，我嘛求你保庇，爹提定来做开。以前我无伫个啊，我知影这是在天罚我，我嘛愿意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我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？
来遮。夫人，你安尼雄雄找无着人，我真足烦恼你呢。我是看你进前的手机定位才出来遮的。我刚才你平安无代志，即摆全世界敢若剩你会关心我，佮会走来找我。夫人，你遐尔有心，我听公爵讲，你进前去养老院做义工，啊，即摆佫专工来庙里拜拜。啊，毋过大家煞认为你是伫假鬼假怪，超工拍悲情牌，大家拢认为你是伫演戏。我会去找义工，啊，佮有来庙里拜拜，迄是为着要让我家己的心静下来。好好想清楚，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像我甲公爵婚姻行到这个地步，别人要哪想，要哪讲，那是因的代志。我知我家己做啥就好啊。是无唔对，啊，不过夫人你做遮多，公爵一点仔尴尬拢无。伊阁爱我传话给你，叫你讲啥？公爵讲。卖了尊公，你去养老院做义工，阿公来庙里，得当博取月同情。伊确定要甲你离婚啊，叫你爱回去好好面对现实，甲离婚手续办办的。阿公嘞，公爵国公，你安尼一直想撇问题，不爱见面，根本就无心想要解决问题。伊希望你会当好好回去，甲代志讲互清楚。翁仔某之间好聚好散，莫不到最后大家拆破面，安尼就歹看。夫人，我看公爵态度大正个，根本无法度参详啊。你看，你做遮尼济方法，为着就是要保掉这个婚姻，啊，毋过。公爵煞甲外人做伙，乌骨拉互你跳，害你啥物拢无啊！伊的心根本无伫你的心上啊！婚姻是一世人的，既然我是韩太太，我就要对我的婚姻负责任。我好好想清楚，我嘛改变我家己，来挽回困难的心。我知影你真爱公爵。啊，不过婚姻只有单方面，那那维系是袂用的。有时阵就亲像跳恰恰，你退他进，他退你进。啊，不过夫人，你得以退为进，先撇问题，代志赶快无法度解决啦。人讲见面三分情，无你甲公爵看到你，伊想要离婚的心就动摇啊。不可能啊！那困难这侪年啊，我太了解伊，而且这届已经达中硬啊，我嘛比准备好势，所以我怕什么该改变。夫人，我是旁观者清，你是当局者迷，今麦总控真正对你就不利的，我是感觉你麦阁相骗，阁要转去，我滴个。公爵看到你，啊，你的态度就放较软嘞。公爵就会愿意让你留下查看，安尼你就会翻盘的机会啊。阿姆哥，卖个阿姆哥啊，今晚我就陪你回去。相对对，回忆连你胸口。